虽然大陆的情势多变，但是由台湾艺文界所发起的一项血脉相连两岸对歌的同步演唱会，明天晚上9点开始，将要在台北中正纪念堂连续进行8个小时。明天晚上9点开始，连续8个小时，在这里和天安门将同时举办有史以来第一次海峡两岸的对歌演唱会。您现在所听到的是刚出炉的歌曲《血脉相连》，由大陆同胞作词，台湾的韩正浩作曲，也将是明晚演唱会的主题曲，来表达两岸人民血缘相同、声音相通、热情相应。血脉相连基本上是站在一个民族的角度，我们单纯的以民族角度去声援学生或者所有的中国人去争取民主。参加演唱的团体包括成名、中广及艺术家合唱团，而大陆方面有崔健、腾格尔及侯德健等40多位歌手，以静坐及歌唱的方式相呼应，将风雨无阻，从黑暗到黎明，整个过程经由中广及中央广播电台现场。